香港殿堂级歌手徐小凤下个月将在香港红馆举行六场演唱会。8月9日，主办方邀请媒体到小凤姐的彩排现场探班，发现69岁的小凤姐状态非常好，更一边彩排，一边跟媒体玩互动。非常的顺利，排练的时段非常效果蛮好，非常的期待和歌迷朋友们见面，我一定会为你们加油加油。为了确保小凤姐的状态，她这次的六场红馆演唱会一共在两个礼拜的五六日举行，主办方算是非常贴心。不过小凤姐状态这么好，肯定能应付得了了。他更采纳了乐坛校长谭咏麟的开唱前增肥大法，决定不在演唱会前节食跟减肥。怎么做到的呢？对的，其实每一次演唱会的时候呢，我们从第一场开始，到最后的一场呢，相差是10磅的，应该有这么多的，所以我们要尽量多吃一点。原来排练的时候呢，瘦了一点也不发觉，自然的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